节目礼品由北京小罐茶叶有限公司特别提供。你来了，我来了，卷儿来了。寻回时代情怀，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网络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倾力打造的融媒体互动戏剧节目《卷儿来了》，我是主持人董玉，欢迎大家。要说到今天的这位卷儿啊，他来自于八百里秦川一声吼的陕西大地，他传承古老的秦腔艺术啊，四十余载。他凭借着三个折子戏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他用秦韵念唐诗，用摇滚唱秦歌，他是谁呢？来，我们马上把目光聚焦到舞台。好，谢谢谢谢，欢迎欢迎欢迎秦腔小说名家李晓峰，欢迎您。谢谢。刚才这个作品啊，让我们耳目一新啊，您看，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周人回府当中经典的角色，看到了我们时尚靓丽的摇滚乐的乐手，这样子的一个混搭正好是您的一个代名词了，传统与跨界的传播者。再次欢迎李晓峰的到来，那接下来咱们坐下来慢慢聊。他出生于陕西临潼的一户普通农家，受父亲影响，十一岁就走上艺术之路，唱腔悦耳高亢，功力深厚扎实。他以文武兼备、声情俱佳的表演问鼎中国戏剧梅花奖。从艺四十余年，他怀揣赤子之心，编创剧目，秉承人文精神，锐意创新，在探索多元艺术的道路上，以铿锵琴声铸魂文化自信，他就是秦腔小生名家李晓峰。
千帆过尽，人生戏一缕茶香续芳华。那今天卷儿来了，请到了秦腔小生名家李晓峰，我们也备上了香茶以待贵客。您先品品看这个茶怎么样？很香。香茶来，快请坐。今天啊，我们请到了陕西名家啊，自然我们的舞台上就少不了陕西的风俗。那说到陕西，我们会想到哪几样给您印象深刻的呀？我想问问今天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罗嘉欣，来自什么？江苏盐城。啊，江苏的哈。啊，南方妹子，说说你去过陕西吗？我去的是陕西西安。哦，西安，那什么印象让你是非常深刻？就是吃的面食特别多，什么彪彪面呀、肉夹馍呀，就面食特别多。嗯，那你去了陕西了，还有好多人没去过，你给他们支支招，你觉得陕西怎么样？我觉得大唐芙蓉园挺好玩的，就是早上进去，然后晚上出来可以玩一天，里面有很多表演。哦，还可以看节目哈。好，谢谢你的分享。其实要到陕西去啊，首先呢要看一下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就是兵马俑，秦兵马俑。然后呢要吃羊肉泡馍，然后呢要听李晓峰的大秦腔。最关键的是秦腔，刚才我们的系列也没有分享到啊。不过我觉得咱们今天就可以听着李晓峰的秦腔，一起边聊秦腔边品尝美食，好不好？来，你看往那边看，我们有一个现场的陕西小馆啊，我们专门啊请到了一位大厨。那今天你看他前面面前摆的这些都有什么呀？给我们介绍介绍。欢迎来到陕西小馆，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陕西的凉皮儿，这是呢羊肉泡馍，这个呢是麻食，这个呢是酸汤水饺，这个呢是臊子面。臊子面，对，臊子面。然后这个就是肉夹馍。大厨啊在这儿也介绍了我们的陕西的美食啊。那这样我给你一个任务好不好？咱们现做一道菜，一会儿拿上来给大家揭晓，让我们尝尝你的手艺如何，好吗？好，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大厨，欢送他现在可以去为大家制作美食了。我们节目啊是一档融媒体节目，那今天除了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互动分享感受之外呢，还有许多的网友朋友们，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想问。来，一起看。有一位叫小瓶子的朋友说啊，说李晓峰您好，我觉得秦腔特别像摇滚，他们有什么关系吗？其实秦腔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刚才这个开场的戏歌里面就有摇滚的成分了，那您最早是怎么想到要把这种摇滚的元素和秦腔进行一个跨界混搭呢？传统和流行的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有时候呢传统在当时是最流行的，若干年后它变为传统，但是呢如果和流行的东西放在一起，其实它是能够融合在一起。再一个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觉得秦腔虽然是很古老，但是它古老而不能古板，它要与时俱进，要让秦腔许多青年人了解秦腔，认识秦腔，然后达到喜欢秦腔。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道。这位叫兔子的朋友说啊，大家老说吼一声秦腔，那秦腔为什么是吼出来的呢？我觉得吼秦腔呢就是发自内心的吼出来。现在不是我们做什么事要走心，其实吼秦腔就是发自内心的声音，让你马上感觉到很震撼。你比如说您就现在看着我们现场观众，您就对他们吼一声，让他们感觉一下，震撼一下他们，试试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一头，通天的大路九天九百，九天九百九哇，好不好啊？刚才其实您用这种方式也告诉了这位网友啊，这个吼一声秦腔为什么老说吼了。好的，来，我们再接着看还有什么样子问题。会发光的太阳说，都说您是第八代亳州人，为什么叫第八代呢？其实刚才开场的戏歌我们看到有两位戏剧演员在配合着表演哈，那个就应该算是新州人回府当中您的造型了。对，秦腔有一出戏叫州人回府。传统老戏。
这一出戏呢已经演了100年了，哦，而且是久演不衰，嗯，一直就这样一代一代一代演下来。一个作家呢，他就把这个老艺术家就排着一个名，就是说你这个阶段，嗯，这个老师演得非常好，嗯，就誉为第几代，第六代，哦，然后呢到这个阶段呢，这个老师演得非常棒，第七代，然后呢我这个算是中青年，嗯嗯，那么我到了我这一代呢，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把这个《周人回府》拍成了苏子电影，至今呢已经播放了50000多场。2017年9月23日，我在北京举办了这个电影50000场庆贺，我就为这个庆贺演出，我写了一首歌，叫《新周人回府》，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通过这样子的一种传播方式，通过数字电影，也让您认识到了新媒体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啊。是的，我觉得新媒体啊，真的就像给传统艺术擦上了飞翔的翅膀，让它飞进千家万户。我相信这样子的一种新媒体的方式，也一定会带给您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感悟，带来更多的作品啊。刚才我们的大厨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陕西的风味哈，如果从中让您选择第一道美食推荐给大家，您会推荐给他一道什么菜呢？我还是推荐羊肉泡馍。为什么呢？羊肉泡馍呢，它的肉呢是肥而不腻，肉烂汤香，整个的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嗯，然后呢吃羊肉泡馍的时候呢，需要你把这个我们叫坨坨馍，需要你时间去慢慢的把它掰成像黄豆一样大的粒，所以吃泡馍的时候就要叫你学会耐心和细心。我们现在生活快的什么程度，饭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了，吃完就走，你慢慢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交流，我们可以交流人生，交流艺术，交流一切。这样，咱们现场也请我们的观众啊，悟一悟这人生哲理。我们请大厨端上美食，好不好？羊肉泡馍，来，有请。我们现场观众一边品尝，咱们一边来聊聊您的人生啊。您最早怎么就学了秦腔呢？农村孩子嘛，就是为了能够进城。进了城了就吃上商品粮了，就不是农民了。爸爸是个体育老师，嗯，给我从小教的是打拳，哦，唱歌，打篮球或者是打乒乓球呀，就是有这个体育活动比较多一点。小学的时候呢，县剧团招学生，然后呢我就去报名参加考试，最后被县剧团录取了。那到了县剧团，就怎么又后来又有了转折，有了新的变化了呢？本来想着能够转正到剧团，但是那个时候很遗憾，一个是没有转正的机会，所以呢我也就无奈。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哪里来哪里去，那就跟您最早的想法是背道而驰了。背道而驰，背道而驰的时候呢，到了这个80年，嗯，陕西省戏曲学校。招演员，省戏校，哎，省戏校招生，嗯，然后呢我就去考，考上了陕西省艺术学校，一待就是7年，待了7年啊。那个时候我们学制是7年，在这7年之间呢，我真的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我就觉得从农村到省城到省艺校学艺，而且呢是中专，户口就转来了，将来毕业还有分配，分配之后还有工资，我就觉得非常的机会难得，真的是要付出自己的辛劳，天天练，天天学。从戏校里毕业之后呢，我也很高兴，我们戏曲研究院需要成立一个青年实验剧团，正好需要男演员，我也就顺利的分到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实验剧团。嗯，那一路走来是一个幸运儿，但是这个幸运是来之不易的，是自己通过不断的付出苦练得到的。那要说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有一位亲历者也是见证人了，今天也来到了我们节目，也想分享一下那几年和您一起同窗同事的一些感受。
我们来欢迎他好不好？来自陕西的秦腔名家齐爱云，来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齐爱云，欢迎欢迎。老同学了哈。对对对。今天看来您这是有备而来，带了这么厚厚一摞资料啊。对对对。因为那个小峰在我们那个学生同学里边，他那个时候也特别刻苦，然后呢特别用心，应该用现代的词儿应该说是一个学霸。学霸。对对对。那这样，那今天呀、啊、就请齐爱云呀、啊、坐下来慢慢的分享你们之间的同学情，对对对，好不好？对对对。好，来有请。来，欢迎贵客，谢谢，远道而来。齐爱云呢，熟悉他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秦腔的名家名角啊。今天作为同学的身份来到了李晓峰老师这一期节目的现场了。那今天也要爆料他学霸的经历是吗？对，这厚厚的，对，这几本是这个就是有他的学习的一些笔记，还有他一些简报。哦，那我们展示展示看一下好不好？特别棒。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偶像。我的偶像是叶绍兰老师，所以说我就收集了很多关于叶派的一些，还有很多资料，全部都剪辑起来的，我就把它剪起来。嗯，真是用心啊！对对对，那像这样子的本儿，这样子的记录有多少呀？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吧？对，快请坐。几十本儿。几十本儿。几十本儿，我是曾经拜京剧艺术家叶绍兰为师，我通过跟叶老师学了这么多之后呢。我都说句老实话，说做一个明明白白的艺术家，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戏匠。嗯，还有一句就是演戏先做人。那今天齐爱云也帮我们分享分享，就当时在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李晓峰什么样啊？当时他是男班长，我是女班长，在学校的时候相对来说交流也多一些。嗯，他呢就是本身就是在临潼戏校，他不是有基础吗？他的功特别好，然后呢，像我们都是那个白板进去的，然后就看着他的翻跟头翻腾那么好的，依然那么刻苦，就是大家都可能小朋友们都在休息呢什么的，他永远在练功场，或者是在我们的学习的教室里边读书学习。我们在学校七年，他一直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状态，在我们孩子里边，他有一种引领式的那种榜样。哎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对，那要说到小的时候练功的刻苦啊，我们有段视频，咱们一起看一下好不好？好的，好的。哦，这一下就上桌子了是吗？对，这个技巧叫什么？旋子，能翻多少个？当时？40个，40个旋子。这是考试。这是在考试吗？考试，考完试之后。老师教官都给拍手，就是考官全部给拍手。老师是吧？老师就带头鼓掌了。因为他在我们那批的孩子里边，就是功也好，然后也有嗓。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视频，也能知道他当时练功练得有如此的刻苦。除了刚才分享学霸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我觉得他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给他说的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宝贝袋儿。怎么讲呢？因为那个是我们的男孩子，他到一定的时间是都要倒嗓嘛。哦，倒嗓。那我们学校当时就是特别好的那些男生们，有嗓子的，突然间就全军覆没，都没有嗓子了。然后呢，我们老师就是我的恩师马兰玉先生，他要给我们排游戏湖，就是他的代表作，戏排到一半儿，都没嗓子了，咋办？那没有小声咋办呀？那老师就在全校里，他就发现了他。一开始他不是在那五丑行分着呢吗？他没有在小声行当分嘛，然后老师说就把他调过来，好多老师也说他是唱丑的呀，他怎么会唱小声呀？哎，我觉得我们老师特别了不起，他说把他调过来训练成小声。啊，哎呀，我觉得我们老师真的太棒了，这个伯乐太重要了。对呀，就是真的把他调过来之后，我排戏有些小。有趣的事我要说了啊，他开始就翻跟头，然后丑角的神态他是那种，包括那眼神都不一样。对呀，然后呢，爱情戏的时候，你想两个人一见那个眼神怎么对呀？他一对，然后这边的我们的女演员啊就要笑场，一看见他，然后我们这女孩子说，那哪是陪生呀，那简直是一个毛大。我觉得他特别可贵是啥啊？就是说大家再嫌弃他，他永远就是不生气，一笑然后不吭声。这个时候呢，就是老师比如说给他一招，是眼睛从这儿看大家一张规范的时候，他就会下来，他就自己在练，
然后我们眼看着他就一天天，哎呀，真的从一个丑角变成一个潇洒的小生出来了。之后那是啥呢？全校所有的演戏的小生全是他。嗯，等于最后他等于是把我们学校所有的就是有小生行的戏，他就一个人演完了。哦，你说他不是宝贝蛋儿？香饽饽。哎，对对，香饽饽。排戏的时候，他们都笑我呢，我心里有一个信心。嗯，马老师亲自给我化了一个妆，化完妆之后，他这样在镜头上还摆我这样，还看了一下，他说还可以。就这一句话，我有个信心。我生活中可能丑了一点，但是我化起妆来挺漂亮的。以至于开玩笑的时候就说：“小峰，你是这样，你演完戏别卸妆去逛街，别啥跟着你走。”你如果卸了妆了，没人跟你走。他们都在，可以说是开我的玩笑。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我以前演了戏可能不多，演完培生之后呢，所有的女同学的小生的戏，文的武的，我全部配演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学习的收获。他的对艺术的这个追求，我觉得他一直在没在变，而且劲儿头特别的足，特别的能吃苦。我再讲一个小例子是啥，就是我们排吹火的时候有一个技巧，就是慧娘要上到那个培生的那个腿上有个造型，然后呢我们练的时候，因为他一个培生嘛，我们五个慧娘都要练这个技巧，那等于就是我们五个人都要上，比如练几个小时，他那个腿最后踩的都是轻的，然后他都没说是不给你们练了，他没有，这是他为人处事的一个心态了哈。对对对，除了这个舞台上的光鲜亮丽的李晓峰，生活当中他是什么样的呀？也分享一些，有什么小秘密？所有的孩子在少男少女时期都有一些小故事嘛。然后呢，因为我跟他经常搭戏，包括工作呀什么的，我们都经常会接触多一些。那个时候学校不许谈恋爱，然后呢，就是男生跟女生说话的时候，他会，大家都会很敏感。但是唯独就是我好像跟他说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他们俩经常搭戏呢，好像是怎么说话都很正常。所以他那个时候有点小秘密呢，他都会给我说，他说，他比如说他喜欢谁了，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传递一个消息？真的？那我呢叫成人之美嘛，红娘。对，然后悄悄的就给他传递消息。最有趣的时候是啥？就是说他比如说想找我们那个他欣赏的那个女孩了，他在底下叫齐海云，然后呢那个女孩就出去了，不是我出去了。你的名字成了一个暗号了，你就成了挡箭牌了。对对对，特别有意思。现在有点不好意思了，从来没看你这么含蓄过。刚才呢齐海云分享了很多儿时的一些小秘密，那这样吧，那现场咱搭档一下，我们看看默契怎么样。好，两位老同学老同事。好的，没问题啊。带来一段什么呢？叫金榜题名。好，送给大家，我们掌声欢迎齐海云，欢迎李晓峰，有请两位。撒住在阳气苍天，撒住在
信信还款，赚花信信信信还款，发钱了不过他相夫门前。啊，再偏偏要过他相夫门前，都已都回谢谢李晓峰、齐爱云共同为我们带来的秦腔金榜题名的片段啊！刚才看了秦腔之后啊，咱们接着品美食聊人生。您看，我们的大厨又准备了第二道菜，来，有请。这是什么呀，李老师？您看得出来吗？这个是南瓜面，也是陕西的一道美食。哎，我们也请我们现场的观众品尝品尝。这个美食后面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一起来听李晓峰一一道来。说到南瓜面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小时候我的母亲经常给我做的一道饭。哦，那么我是特别喜欢吃这个饭。儿时的记忆哈。对，当时我记得您说过，说最早的时候在老家，后来11岁就出来了。是，11岁考到临潼县，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月回家一次。那每次回去妈妈都会改善生活。对，妈妈问吃什么，我说南瓜面。只要她问吃啥，我说南瓜面，就是觉得那个味儿特别好吃。我那个时候我们家地线上有40里地，我们要坐班车，班车的时候妈妈要去送我，把我送上车，然后我看着妈妈摇手，然后一个月以后才能回来一次。到了这个假期呢，就非常着急着想回家，想家，想妈妈。那妈妈怎么看待您从事现在的工作呢？我学艺呢，我妈妈我爸爸非常支持我。我学了戏了之后呢，我记得是1978年，我还是在临潼文艺训练班，还没有毕业，十几岁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呢，学校里从开始的练功慢慢到排戏，我的第一出戏就是当马，武打戏。当排好这个要演这出戏的时候呢，我想着请妈妈看啊，请妈妈到县城里来看一下我的演戏啊，学了这3-4年了，给妈妈汇报一下。结果呢，就是当要演戏的时候，这个我家里来通知说是妈妈病了，然后我给老师请假，我说我妈妈病了，我要去看望一下。假如说今天要请个假，明天晚上就要去彩排，就要去演出。我哥哥把我自行车带回老家，一路上我还在想，我说我妈妈病好了，一定让她来看我的戏。结果回去之后呢，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妈妈去世了。就是家里人瞒着你没告诉你实情是吗？当时呢，我那堂哥就说你妈病了，我就以为就是妈妈真的病了，我回去能够看望她。结果回去以后妈妈就不在了，在我回去的时候她就在我们的土炕，她在炕上躺着了，没有说话。是什么原因呢？哎，有病看过，但是也就好了，有时候好了，有时候就犯了。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一次回去他就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我第二天上午把我妈妈就葬埋了，下午就回到县城去。这晚上演戏不能耽搁，演戏的时候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演了3场的时候，我和杨八姐有一个对打，也许可能是这个思想上有失去母亲的一种痛苦，在武打的时候他一剑刺过来，我没有躲开，一剑就刺了这个眼睛。我在这个我这个眼睛上这还有一个剑伤。哦，有一道，仔细看有一个疤，一道疤。当时一剑刺上来之后呢，那个血流下来，刚开打血流下来之后呢，我以为是眼珠子掉下来了，当时这个眼睛看不见，我就这只眼睛就武打没有停，一只眼睛
把戏演完。妈妈在您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现在回忆起来，我虽然那个时候小，没有学过戏，我学了戏之后才知道妈妈给我讲的都是戏中的故事。妈妈讲的三娘教子，讲的那个铡美案，讲的那个韩琦杀庙，用戏曲当中的故事来教育你。我这一生最遗憾最难过的就是妈妈没看过我一场戏。我听说您后来排了一出戏《劈山救母》，是专门为了纪念母亲排的吗？《劈山救母》这出戏呢，我就是有一种思想，就是说能不能找一出戏呈现在舞台上，来用这出戏来纪念、怀念、思念我的母亲。这是到了陕西艺术研究院之后？对，时间节点我记得很清楚，《劈山救母》这出戏，当我要想排的时候呢，是1999年，我找到了一些老剧本，但是呢，一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呈现在舞台上。我这出戏要排，等待了9年，在这么多年期间呢，我就收集全国的《劈山救母》，各个剧种的，各剧种只要演《劈山救母》的戏，或者是《宝莲灯》的戏，录像带、光碟、剧本，我全部都收集。2005年，我很荣幸考到了中国戏曲学院第4届研究生班。考到研究生班之后呢，到了，这个2007年就要毕业。毕业大戏要有一个大戏，而且要有自己去创作、自己导演、自己主演，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来了。然后在老师的这个关心指导下，在我们全团所有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把这一出戏推上舞台。时间节点是2008年的6月29号。这一天刻骨难忘。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一杆三。一杆三呢，就是说小生、老生，我们叫虚生、武生，一个人来演。《劈山救母》这出戏当中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您的这个版本的演出亮点就是您的剧中的一杆三，刘彦昌用小生，然后用老生分别来扮演，除此之外呢，就是用武生硬功的沉香了。你看，就是我们的剧照《劈山救母》当中的沉香。那今天啊，咱们就请李晓峰啊在舞台上直工直令的给我们带来这个形象，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欢迎。
好，谢谢李晓峰刚才为我们带来的《劈山救母》当中沉香的精彩演绎啊。那要说到这出戏当年大获成功，那现在也成了一个保留剧目吗？还会经常演吗？经常演，任何地方去演出，大家就要点这出戏，因为我们讲的是北善孝为先嘛。那当时2008年首演的时候，应该是您学校毕业之后。对。那毕业之前，您就获得了中国戏剧的最高奖了——梅花奖了。当时是三个折子戏是吗？三个折子戏。是哪三出啊？一个是《打柴劝弟》，一个是《白鼻公》，京剧叫《逍遥津》，一个是《盘长战》。有文有武啊。对。我怎么听说您得梅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好像是第二次才拿到梅花奖。哎，说到梅花奖，说心里话，第一次呢是在兰州，举办的是秦腔节，由于这个经费的原因，我没有参加。没有参加，当时也觉得很遗憾。到了2003年的时候，在西安举办第八届中国戏剧节，当时呢我还是有点灰心，我觉得就不参加了吧。但是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父亲。我父亲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这一次艺术节是在家门口，你一定要争取这种机会，努力了，得了奖了，我们高兴，不得奖我们不后悔。”就这一点，真的我觉得父亲在背后支撑着我，同时呢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灯塔。我们融媒体节目今天此时此刻，您的父亲就在新媒体端，他也有一些话想对您说，我们一起听一听。来，有请。小红啊，接着中央台来录节目，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呀。这几十年来，你走的每一步也不容易，不是你父亲没看到你的成绩，只是你父亲不愿意从嘴上说出，因为你母亲走的比较早。要说我比你们更难受，因为你们小，我想咱们家的钱塌下来由我接住，给你们不给任何痛苦和为难。你后来创作编排了这个《劈山救母》，是为了纪念母亲，我心里明白，所以我支持你，这很好。我想你母亲在天之灵也能理解这个事情，所以你的孝心也就有了。我能知道，我也看见了，因为几次梅花奖没轮到你，所以后来你有点情绪，我就说人生的道路总是坎坷曲折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不遇到一些坎坷和困难，咱们争取上了啊，争取上了，但是这就是咱们事业上的开始，今后争取多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给人民把戏演好，为秦腔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这就是我对你的希望。老父亲他平常会跟您交流，交流的多不多？这些话他平时也狠的话他就不说，从来不说，有泪自己往肚里流，真的是从来在我面前表现的是一种坚强，就是因为有我父亲，我一直向前冲，向前拼。这就是父爱的伟大。今天在我们节目，想对父亲说点什么吗？说心里话，小时候，父亲说了很多话，甚至批评，甚至还打过，当时是不理解的。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回忆起父亲说的很多东西，我觉得他说的是正确的，我应该按照他的说的去走。就像父亲说到的，为人民为观众带来更多的好戏。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送给父亲一段戏？这样吧，就是因为我妈妈去世早，我父亲抚养着我们兄弟二人，打柴劝弟
真的是和我的身世有点关系，我是老大，有个弟弟，真的是我觉得也应该给父亲献上一段戏，大柴全地。嗯，来，掌声欢迎李晓峰。
好，谢谢秦腔名家李晓峰啊，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打柴劝弟当中的片段。那接下来啊，咱们继续聊人生，听秦腔，品美食。那接下来该上的第三道美食，大家想想看会是什么？来，我们请大厨揭晓，肉夹馍，谁想品尝一下？这个肉夹馍啊，有好多人问，明明是馍夹肉，怎么是肉夹馍？哎，对呀，这是为什么呀？您给解释解释。其实，陕西人到现在的生活中，还说话用的是文言文。哦。肉夹馍呢，他把肥肉和这个素肉放在一起，用这个馍把它一夹，两个再结合在一起。我一直在思考，和饮食一样，你光吃一种东西，你会腻味。那么时代的发展，行当行业之间应该互相借鉴融合。假如说我是唱秦腔的，我可能创作一些歌曲，通过唱歌赢得了更年轻的一个观众，年轻的观众然后再要找我的身份，然后他通过我唱歌反照反观我的秦腔。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道路，也是一个良苦用心的一种方式方法。所以正是有了这种想法，有了您的用这样子的琴韵去念唐诗。有专家研究，唐诗它的韵当时就是陕西话的韵，所以说我就用秦腔把唐诗演唱了，我叫秦韵唐诗故乡情。床前明月，明月光，你似地上，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故乡。啊，用秦腔的韵味来演唱咱们的唐诗哈。对。正是因为这样子大胆的尝试、大胆的创新，也让您呢认识了很多对音乐有着共同追求和爱好的有识之士啊。是。今天呢，有一位您的老朋友了，也想分享一下对您的跨界的一些感受，来，我们听一下。大家好，我是王小荣。那么作为我来讲以后，我就觉得李秀芳，他的一个是年轻一代这个艺人里边，真是难得的一位。李秀芳很有心，这个心是啥心？我说，第一，他有恒心；第二，他有信心；第三，他有耐心，第四，他很细心，他又要把这一个老秦腔换新貌，那么又把这个好的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传承、继承、发扬国大，所以在这方面，对于我来讲，我看好他。最后，我想祝李秀芳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长。好，谢谢王笑荣老师刚才分享的感受，也祝您健康长寿。和王老师结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对西北歌王王笑荣老师特别崇拜，王笑荣老师唱的《东方红》，我一直在唱。我唱完《东方红》，别人说这是王笑荣，我说是我。您要不要现场唱一句，我们听一下，好不好？好吗？来来来。我说东方，你叫一个火；我说太阳，你叫一个啥？咱们中国出两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这嗓子太棒了，而且刚才演唱这段太有韵味了。
一看呢，就是在私下没少下苦功啊。我怎么听说最近您也有一首作品要推出啊？说到这儿呢，我就是觉得我是陕西人嘛，我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想为自己的家乡写一首歌。嗯，我就翻阅资料，就写“巍巍大秦岭，直冲白云里；滔滔精卫水，本拥在心底。晨钟暮鼓告诉你，我的家乡在陕西。”哦，太好了！那今天在现场，我们就请李晓峰为我们带来戏歌《我的家乡在陕西》，来，有请。谢谢秦腔名家李晓峰为我们带来的戏歌《我的家乡在陕西》。谢谢。八百秦川一声吼，无限风光再险峰。这就是本期的角儿，秦腔名家李晓峰。秦腔是我的生命，秦腔是我的艺术人生，我将用我的一生唱好大秦之腔。角儿来了，我来了，我是秦腔演员李晓峰。这是小罐茶送给您的精美礼品，祝您身体健康，谢谢。再次欢迎您的到来，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们的参与，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